给人家的感觉哦，人就是和善、亲切。所以很多人来菲律宾请的导游，我认为他是多余的。我们这一次讲就是比照啊这个背包客的这个方式。我告诉你哦，你只要问什么，哎，他只要把你当成朋友啊，他一定是有求必应。我走到哪边我就住哪边，你相信吗？不相信？问了你就知道哦。哎，跟过来你在怕什么啦？啊，别惊啦。怕被打。怕被打？你这样要闯进人家家里？看我这种悍操，就算他不喜欢我们，他也不敢打我，对不对？而且我今天还带了菲律宾民兵来。哎，先进去。Hello。Hello。How are you？ Fine。I'm the backpacker. I'm from Taiwan. So.Is that possible? Can you buy me a banana? Just one. 你看，还叫我自己选哦。Okay, I will have this. Hello. Hello. Don't you need to work today? Sunday? Day off? Day off. Oh, day off. Which area in here I can have good lunch? Dino G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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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odo. Minodo. Dino Guan. Minodo. Okay. Thank you.Is that possible? Because we know, you know, Philippines, everybody is very friendly. Yeah, sure. Is that possible to let me stay in your house over one night? Sure. Really? Yeah, of course. And also, can you buy me something to eat? Sure. 哇，会不会太亲切啦？哎呦，这亲切的程度啊，让厚脸皮的我啊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击喽。菲律宾人的热情啊，果真是哦名不虚传啊。他们豪爽的性格就像当地的气候一样，时而烈阳高照，时而微风徐徐，如此宜人啊。哎，随随便便哦走在路上来个热情的呐喊，也不会被当成傻子。你说来这种温暖肆意的热带国家当背包客，怎么会碰壁呢？是不是？哎，真是令人期待哦。哎，你来那么多天。很少看到豪宅哈。哎，来菲律宾如果交个有钱朋友应该也不错哦。Hello. Hello. Hi. My name is James. Hi. Alex. Nice to meet you. Alex. Alex. Hi. I'm the backpacker. I'm from Taiwan. From Taiwan. Yeah. 啊，你是台湾人哦。你是台湾人吗？对对。你是台湾人。不是，我住过台湾，住过20年。所以吧，我就想，我刚经过这边呢，我看你们这户人家那个气质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吧？就觉得很看到豪宅，你知道？嗯。既然你在台湾待过那就方便啦、啊。其实我这次啊，最主要是来这边介绍这个菲律宾人，亲切的地方。所以有可能，你来去你家吃点便饭啊，或者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吗？但是我目前呢，我没住这边啊，这不是你家吗？对啊，啊你不住这边？不住这边啦，因为我少回来，我每次就是在博拉凯。博拉凯。博拉凯就是长滩岛。你住长滩岛哦？碧海蓝天勾勒出动人诗画的岛屿，老詹我带着热情谱出浪漫的话语。不是要人家一定要下去，奇怪，不是要来这边吃鱼的。James, quick! I know, I'm in a hurry. James, quick! 不要了，我要从那边下去，因为觉得我这边下去我会沉太下去。你不要追我，我跟你讲。你很怕哎。James, quick! James, 下去啊。James, quick! 下去啊。Hurry up! 妈妈。看外表像有明星。好，我知道这一段不能播，可是我告诉你，他是男的，因为刚刚你拍他背后的时候，在他正面的时候，我看到他的，一瞬间我有点厌世。撒野长滩，人人抛下都市束缚大解放，殊不知啊，我该礼貌当前，却笑得太放了。哦，是哦，你是活的吗 ？Are they still alive？ 哦。夹到 So, are we gonna win?
你没看到？你都醒了。海鲜终结者对抗令人无法自拔的海魔鬼，手脚太慢，我等得心痒痒，嘴巴频频流口水。剪刀给我好了。相信我，从今天开始，他们在杀海胆就用剪刀了，因为剪刀真的比较方便。好想有海苔跟饭，可以包那个军舰卷。哦，good！傻傻跟前误闯亚洲人间天堂，探索海岛美食让我笑到捶胸膛。美食浪迹长滩，沙野乡村飙泪寻敌大山峰。你住长滩岛？嗨呀，会不会太幸运了？不过是瞎蒙啊，居然让我蒙中世界票选十大美丽海滩的长滩岛哦。Alex 说啊，长滩岛适合喜欢宁静、追求浪漫、贴近乡野的人居住。哎，这不就是阁下我詹姆斯的风格吗？无需穿金戴银啊，无需跟时间赛跑，因为来到这里啊，时间它是静止的。经过厨艺小组讨论后啊，决定与 Alex 前往这令人流连忘返的岛屿，跟着乡下人撒野吧。还不错哎，只是哦，稍微偏僻了一点哦。哎，这边有睡别人吗？有，真的、啊，员工对。哎、啊、呦啊，员工宿舍啊，对啊，原来搞了半天我来睡员工宿舍哦，拖鞋还不少哎，这就进去了吗？可以可以进去。要脱鞋子吗？就睡这边，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我很随意的，随性随意哈、哦，对啊，哎、欸，那谢谢，今天晚上给你睡这边，我反正就一晚上了，好，好，谢谢，还不错哎，你看，套房来的，哦，晚安。哎、欸，詹姆斯是结婚了吗？他结婚了。结婚了？怎么了？这样没事，因为我的员工都是同性恋了。啊？所以刚说在里面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男生嘛。啊？真的？对呀，真的。啊，不会怎么样？不会了，你说不会，他们不会了。好，那我们小声一点，别让他们。OK。James, Buster, we're going to seaside now.哎，天不是刚亮吗 ？Alex 人呢？怎么有一种半梦半醒、莫名其妙的感觉啊？哎，不是说我来度假的吗？一早起来有这么多的问号，人生啊，还真是充满惊奇呀！哎，搞了老半天呢、啊，昨晚这么早哄我入眠，原来是要跟着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哎，不错啦，很少有背包客有这样的经验吧 ？Okay, so what kind of seafood we're gonna pick up today?Crab and prunes. Are we gonna pick up them from them? Yes. Oh, yo. Can you? Oh, see y'all. Crabs. Is it 活的吗 ？Are they still alive? Ooh. 新鲜哦。How many pieces we have? 50 So how many guests we have today? 50 guests. 哎，他们今天有50个定位，不对，不能这样讲。我们今天有50个定位。哎，住了一个晚上，怎么搞得变这样？哎呦，虾子一堆耶！来长滩岛啊，不就是玩水、吃海鲜、晒太阳，吃海鲜、玩水、晒太阳的享受人生吗 ？Alex 这家餐厅就是专门接待被海水打得很累的游客。供应海鲜 BBQ 午餐休息的地方。今天的游客啊，预计在中午11点左右进来。而这些啊，刚从渔船进货的海鲜，必须在短短的5个钟头内搞定。哎，现在才早上6点呢，来这种度假天堂，我居然要做苦差？别人在戏水晒太阳，我是要从沙螃蟹展开我在长滩岛的第一个清晨。哎呦，真是哦，天差地别啊 ！Killer。
There. Yes. Okay. And so you have killed anyone? Yes. Everyone? Yes. And after you kill the crab, and why we gonna do that? Scrub. Clean that? Yes. Okay. 我这个其实不瞒你说，我曾经杀过螃蟹，突然死而复生，你知道吗？被夹到这样，所以这次还是说还是有危险性的。So after I clean this, what are we gonna do now? Cook. Cook? Yes. How cook? Steam. Peter? Yes. Are you okay? Yes. Oh my god, that's dangerous. Very. Very dangerous. 很可怕嘞。很可怕。Very dangerous. So, are we gonna play in the party?不好意思哦，我有点放得太开了，因为憋笑实在是太痛苦了，我真的想忍住不笑啊。但是啊，哎，这还真是我头一回看见人家被螃蟹夹到还不敢喊出来的。哎，该怎么形容这可爱的 Elden 呢？虽然杀螃蟹不需要带杀气，可是它也太温柔了吧。而且你们应该有发现哦，他从头到尾啊都不敢正视我一眼啊，哎，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哎，奇怪哦。来了，蒸螃蟹嘞！来 ，put some spices and herbs like， 来个 lemongrass， 香茅啦，跟柠檬草啦 ，put some onion， 嗯 ，and garlic， 嗯 ，onion， this。嗯哼。Good. Oh, okay. This. Oh, okay, okay. It's kind of like steam, right? Yeah. And put the crab. Hello. So it's not upside down. Do like this? Yeah. Why? 就我所知道的，不应该这个样放，应该是这样放才对。对啊，因为你在。在蒸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些汤汁啊，就会跑到这个蟹斗里面，吃起来就不会太干。因为它是这样子放，奇怪了。嗯，反正进水煮啦，看它怎么放，我们怎么吃啦。哎，我可以，我来要求一只好了。哦，我要有一只是这样子这样蒸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试一下到底它味道差异性在哪边。好，一般人呐、啊、可能比较不晓得。螃蟹在熟成中所产生的水分不但是精华，也是导致蟹黄蟹肉不那么干硬的原因，所以螃蟹啊才要倒着蒸锁住水分。像 Alex 这样蒸螃蟹的方式啊，不但所有的水分会从蟹肚流失，而且吃起来也会比较干涩。哎，总之啊，哎，入境随俗吧。趁着蒸螃蟹的空档， Alex 的助理 Margo 带我出海玩玩。哦，这就对了嘛，总不能让我来长滩岛还待在厨房里干活吧。是说，哎，这位穿着热裤的 Marco 名字啊，听起来像男孩子，但是哎，身材不错，哎，奇怪嘞，啊，先不管那么多了，倒是这片大海啊，不晓得会有什么狠捞啊来满足我们的口欲哦。什么叫做魔鬼终结者，对不对？这个叫做这个海鲜终结者，在我右手边的这位，你看一下他的装备，你所看到任何的东西，都是啊 ，handmade， 就是纯手工。你看他的蛙鞋，一只脚而已。对不对？它的鱼浆，这都是手工自己削的哦，这都是全部都自己做的哦。最厉害是什么？它的蛙镜，你有看过蛙镜是木头做的吗？你看哦，它这个纯手工，它手这边旁边是用鱼线做的哦，后面是用橡皮哦。重点是它这个可是木头来的哦。So where we are now？ 阿妈，阿妈，阿妈，我们是阿妈就对了。阿妈 Island， 哦，阿妈 Island， 我们会有海胆啊，会有海胆或是贝类的东西吗？大用了，大用，不干了，大用。海胆有了，海胆有了。
你看，我们这里就可以吃海胆了，是不是？在厨房忙了一个早上，也该换我享受被海风轻轻吹拂的畅快了。对了，或许你们会认为，既然我都来到长滩岛了，就应该下去海里给浪打一下嘛。其实啊，我也是很希望下去啊，但是哎，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了，我还真的曾经给海淹没过、啊。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啊。这里的居民啊，个个是海中蛟龙，交给他们就透懂了啦。不下啦，我就是不下啦。没是不是？没有就对了。没啦，没鱼啦。不打路。打烊了。打烊了。打烊了。怎么会的样子呢？又台语又有国语的，那到底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太深了。磨的意思就是太深的意思，那打烊呢？海胆，海胆很多。打烊就是海胆很多的意思啊。啊，打烊就是海胆。哦。搞那边打烊就是海胆，磨就是很深。哦，那如果没有很深呢，就磨磨喽。哎哎哎，有了有了有了。啊，海胆还用鱼枪插起来哦。换了一个。哎，太扯。你有没有发现他起来变不同人、欸、而且比较年轻哎、欸，会不会这个海是有魔力的、啊？对啊，所以你要不要下去？而且重点是很可怕的哦，他是穿内裤下去游的哦。而且你不要看这样子哦，他还有配色哦，他的那个蛙鞋跟他的裤子，有跟他的蛙镜，他是有配色来的，我告诉你。还在动有没有？你看他在动。而且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海胆又不会跑，他为什么要用鱼枪枪？很奇怪。抓起来就好了、啊，而且这好像有毒哎，是不是？有啊，好像有。真的吗？我不相信。魔鬼海胆对于一般海上玩家并不陌生吧？外观几乎黑色，又细又长的刺啊，让他们看起来特大，而且有恐惧感。刺尖的虽然有毒，但却不会主动攻击人。虽说啊，魔鬼海胆并没有马粪海胆来的肥美，不过啊，却是比较鲜甜啦。但是啊，哎，海鲜终结者说这两颗太小了，不够劲，只能拿来骗观光客的水准而已哦。它看起来其实蛮像你的哦，可是，它有没有喉结？帮我拍一下。That's another one. Yeah, right behind you. Okay. Do you like this?Do you like this? No, I don't like it. Because if you cut it in half, you can eat the, I think, the organ inside. Yeah, it's just delicious, but you don't like it. I really don't like it because I have an allergy in seafood. Oh, 太好了！一个住海边的人，他跟我说他对海鲜是过敏的。目前为止，你觉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哎。但问你，我怎么可能问观众？观众没看到啊。你看不出来，光看外表像女生。好，我知道这一段不能播，可是我告诉你，他是男的，因为刚刚你拍他背后的时候，在他正面的时候，我看到他的，一瞬间我有点厌世。哎，干什么？不准有异样的眼光哦。Alex 说啊 ，Marco 在世界各地来的游客眼里可是一块宝哦，不仅人缘好啊，还指定要他当导游哦。Alex 强调啊，现在菲律宾的社会啊是越来越开放，对于同事朋友的接受度也很高，而且他们天生乐观好客的个性啊，很容易跟顾客打成一团，所以特别受到服务业老板们的喜爱啊。像 Alex 的村庄里几乎全是可爱的同事朋友哦。只不过啊，我真的很想知道，哎，昨天晚上跟我同房是哪一个啊？吼，真受不了。哎，有嘞有嘞，这个就大很多了吧？哦，整个刺跟那个刚刚那个都完全不一样，你看这刺多大只 ，delicious。Can you cut for me？ 哎，他现在要干嘛？他正在脱水。What are you doing? Huh? Why you do this? 哦，他的刺都掉了啦。
借由这个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刺会卡在这个笼子上面，然后就一直把弄弄它就断。以前我看到是用渔网，结果我第一次看到用笼子。剪刀给我好了，相信我，从今天开始他们在杀海胆就用剪刀了，因为剪刀真的比较方便。意思？很多的，那就从现在慢慢就把它剪开就好了。Very good. Much easier, right? 旁边用手有没有一个一个把它推开、推开、推开这样 ？Good, very good. 好想有海苔跟饭，可以包那个军舰卷。这个就比较像我们平常吃的海胆，可能比较成熟一点，那整个嘴巴里面舒服就有。但是共同点是，马西够刷刷。它也是没有洗得很干净，可是好吃还是一样好吃，好吃，哦，好吃，我看我们家回岸上，我们再弄好不好？那我待会弄一个那个海胆盖饭来吃，好，哇，如果够的话，我们就把它铺一铺，一人一个，菜色别太激动，你看你这这没几颗，好吧？不然就要多抓一点，我们待会上岸弄个海胆盖饭来吃，好的好的，好不好？好，菜色不错哦，你活泼哦。海胆在舌尖化开，充满咸中带甜的口感，满足指数80分，但却还是稍咸那么一点点的微不足道哦。要是能将海胆现杀现剖现做一道海胆盖饭，那就不得了。你看看，厨艺小组兴奋的小鹿乱撞，这下不拜托海鲜终结者多帮我们抓几个海胆都不行喽。等一下啦，说好了不下水的，你们真的要搞这么大吗？真的不是我不下水，在运动界里啊，我也算是各中高手，也曾角逐国际杯的网球比赛。路上啊，要怎么玩随便你们。我跑百米的时候啊，哎呦，你们这些自称为海女、海蟑螂、潜水冲浪高手，还包着尿布流口水哦。啊，好了好了，听 work 嘛，要下一起下啦。James, quick！ 不是啊，人家一定要下去，奇怪，不是说来这边吃鱼的。James, quick！ I know, I'm in a hurry。啊，你走一下去，快点。好的。走，现在，不然我不下去，快，对不对？下去，跟我一起下去。我是海女。我不管，你是海女，我知道你是海女，对不对？对，你是海女，我还海章鱼，我海蟑螂。不管是不是我下去，他一定要下去。对啊，你不要，你下去就该你。OK OK， 走啊走啊走啊！他们在冲浪，我是在厨房里面，这一直在那边叫我一起下去。一起啊！好，走啊，走啊！对呀、啊，我不能从那边干嘛？你干嘛脱下来？你不需要跳下去，他再丢给我。那你跳下去，我丢给你。你为什么？一起、啊。不要了，我要从那边下去，因为觉得我这边下去我会沉太下去。不会啦，你不要推我，我跟你讲。你很棒哎 ！James Green， James， 下去啊 ！James Green， 下去啊 ！Hurry up！一定要我用强的，是不是？其实泡泡海水，还挺过瘾的。加上我 Marco 这位开心果，让我从恐惧渐渐转化为欢乐。现在我相信了，他的确是 X 村里面的活招牌啊！不仅大方和善，更不拘小节的跟我们讨论起性别的问题哦。短短几分钟的海上戏水，等一下，厨余小组居然玩起火花来了啊！真情指数100%，好心，快点救他！垃圾！
在等待海鲜终结者的过程中，马可为我们的海上寻宝之旅带来了一份欢乐的小插曲。到底是谁牺牲摄像了？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啊，游饿的同时，居然有好消息传来哦！海鲜终结者在海里呐喊：“终于，终于了！”哎，等一下，在海里呐喊是谁听得到啊？而且啊，在海上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哎呦，是该如何料理呢？不是跟你讲过几次了吗？每次要塞镜头，不要在很窄的空间里面放两个胖子进来，你听了，对不对 ？Alex， 你几公斤啊？105。105，我，哎，80，对不对？其实是79了，算80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两个人加起来，哎呦，180几公斤哎。这个是我们今天抓到的鱼嘛，对不对？对对对。这怎么做好吃？沙西米可以。你确定？这做沙西米蛮好吃的。这边的生鱼片很特别吗？很特别。这里的生鱼片哦，做沙西米哈，不是加瓦萨比，那是加什么？加另外一种的特殊的酱。特殊的酱。嗯。你干嘛讲话那种很角色？特殊的酱呢？很好吃就对了。好吃好吃。相信我，好不好？跟着胖子，跟着胖子吃准没错。一般大家都是跟着我吃，我看他就一定比我懂吃，不然不会这样子。这个 Alex 说啊，在布拉凯除了外来客到当地所开设的日式餐厅里才吃得到 wasabi 之外，在当地大都是使用来自韩国的酱料来搭配生鱼片食用，酱汁中带点微微的酸、微微的咸、微微的辣。吃生鱼片呢，还会再加辣椒片来刺激口感。但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呢，哎，这辣椒片的味道可真是够带劲儿啊！我看还是小心点为妙哦。哦，下雨，下雨，下雨哦！你可以呢？这个船哦，也不错哦，功能性还蛮多的哦。你看它又可以把这个棚打开，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关起来，遇到雨也没什么好怕，对不对？什么叫做加东西？你知道，这样就好了。这种生的东西哦，就是这样。对，啊，太少了。哦，刀子掉下去啦。OK。哦，你是算吃重咸的吼，我可不可以加？总觉得这个 too much。好吧，菜，然后个辣椒。Good. Very good. Delicious. 也是卡到东西，对不对？啊，哎。不错，知道吃东西对着镜头慢慢吃，不像我们哈，一点都不专，他就专业。哦 ，very good， 嗯，好痛，哦 ，spicy， hot hot。像这种吃生鱼片的方式是从韩国来的。其实我实在说实在，我并没有对韩国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啊，但是，这么浓重的酱 ，spicy right？ 我在那边拍的。看吧，就说这盘菲式生鱼片暗藏玄机了吧？还好啊，我眼尖反应快，料理经验足。不过话还没说完，我个人是认为吃生鱼片加了过于浓重的酱，就吃不出鱼肉本身的味道了嘛。酱啊，是用来提升鱼肉的甘甜味。不过啊，因为当地气候热的原因，他们还是习惯吃一些重咸重口味来满足口欲吧。好了，看来厨余小组啊，对这盘菲式生鱼片产生不了兴趣。哎，那就该我的菲式海胆盖饭来登场喽。这很多人啊，抓了生蚝之后用清水再洗，或是有人用了很多海上的东西，然后再洗的时候用淡水来洗，这是一个很蠢的事情。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用海水洗是最好的。哦，今天啊，难得哦，可以抓到海胆，我们来做一个。不像日本那个海胆盖饭的盖饭，因为这边有很多东西是拿不到的，比如像 wasabi 拿不到的，对不对？那我又不想加那个韩国辣酱，因为我觉得韩国辣酱吃的时候，它就会把整个那个海胆味道给拿掉了。那其实切海胆很简单，刚刚有看到，你可以拿个刀有没有，这边切，像这样简简单单就剪开啦，对不对？哦，好，所以我们再做一个稍微淡化的，用来水牛饼。OK， 好，这样好。因为它这边的，刚刚我们是用海水稍微咸了一点，我们现在把它放进来。
怎么样做出一碗不失长滩岛海味的海胆盖饭呢？哎，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哦。其实今天早上早饭时啊，发现 Alex 自酿的青木瓜丝。哎，如果将绵密的海胆与扎实口感的米饭搭上这酸中带咸的青木瓜丝和在一起，哎，不得了！相信以我型男主厨的专业、啊、和一碗不需要任何复杂手续的菲式海胆盖饭，这一支搞不好哎可以卖钱哦。一点点的青木瓜，哦，酱油。嗯，厉害哦！嗯，意想不到的搭哎，刚开始青木瓜味道酸酸，然后慢慢海胆才慢慢出来，哦，还蛮搭的哦。来来来，你还在晕哦？没有，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是不是？好吃，你去吃。嗯，你看，别，你来一个，不错，他喜欢哎，来喽。秘诀啊，就在我洗海胆的方式。首先，你一定要先留住海胆咸咸的海味啊，否则青木瓜重口味的酸甜味会盖过海胆的味道。哎，你想象一下哦，刚入口尝到的是青木瓜的酸味，接着、啊、嘴里残留的青木瓜的甜味，整个提升了魔鬼海胆释放在嘴里的鲜味。哎，你可能没有试过、啊、一次放五片海胆进嘴里的奢侈行为啊。告诉你啊，这碗菲式海胆盖饭就让你会有贵族式的享受哦。How many customers we have today? So we have 56 customers for today. 56? Yes. Wow. What is our menu today? Our menu today is seafoods. Seafood? Yeah, including these prawns. And also a marinated chicken, grilled this chicken. This is not seafood. I'm sorry. Okay, chicken. So chicken, and also pork, and fish. Fish? That's your milk fish. Oh, yes. 是木鱼耶。There's a lot of bone inside. No, because this one is boneless. Become softer because it was marinated well. Oh. It was dipped in a vinegar. Oh, okay. 你也知道，鱼哦，只要泡过醋之后，它的骨头就会软化，吃起来就不会去刺到喉咙。How about the pork? Did you like it? It is also marinated. Marinated. In vinegar. Vinegar. Lots of pepper. Lemon juice. Lemon juice. Oh.I'm sorry? No, I mean, you hot? Yeah, it's hot. You sweat a lot. Because of the charcoal. I'm here too. Yes. Yeah, but yeah, 你看他流汗流成这样子。So am I. Yeah, but I always stay in the kitchen. When I was in Taiwan, I'm the cook. Do you know that? Yeah. I always stay in the kitchen and cook. Okay. This environment is very, very good. Faster. The case is faster. Okay. 眼尖的你应该也有发现，霍也是一位优雅人士啦。其实啊，这个村庄还真是蛮有趣的，不管在哪个角落，总是会让你有措手不及的反应啊。该说我独得上天的厚爱，索性来到这村庄里生活一天，还是该说人生啊，处处是惊喜，转角遇到哇哦呢？听破说，螃蟹、大明虾是游客来长滩岛的家常便饭，四处都看得到，也吃得到。但是因为玩水的游客容易饥饿，所以啊，他们特别贴心地加上了鸡猪鱼肉和白饭，既能满足吃海鲜的欲望，也能饱餐一顿啊。上菜，上菜喽！这下，嘿嘿，餐厅的红牌换人当了、啊，怎么样？我老詹的魅力可不是盖的吧？我一整个上午下来啊，见到每个员工都是哇哦！哎，没有想到吧 ，Alex？这些来自台湾的游客啊，在你店里看到我啊，才是真正的哇哦！哎，阿林今晚是看到鬼吗？哇，詹姆斯，怎么会是你在端菜呢？其实啊，从昨晚到现在，我也是过得莫名其妙。哎，不是说好借住一晚的吗？我是三，累了一天也该吃饭了吧？你们这边员工餐还真不错哦。这不是员工餐，员工餐有另外的员工餐。啊，我是你的员工，为什么我吃这个？我看你好累啊！所以你知道我累对不对？啊，我知道。对啊，我想说，我只是打个招呼，问看说可不可以让我住一下。你带我来这边就我噼里啪啦工作一堆呢，而且还把我丢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房间里面，害我昨晚都没睡。不好意思啊。好，我们讲，你可以收留我已经很高兴。好，我们就先来吃哦，这个螃蟹翻过来了，跟正面的有哪边不一样？你看哈、哦，我这边很干净，对不对？你这边都跑出来了。哦，对哈、哦。有没有？好，这是第一个，来，我们把它打开吃吃看。我的膏有没有？你试试看是不是比较软？有没有比较绵，对不对？哦，
这不是有一条歌吗？就是你喜欢我的狗吗？你喜欢我的狗吗？我虽然说受你的恩惠，在那边住一个晚上，我也希望有一点贡献。你看哦，是不是都很湿？哦，你有没有觉得有差？对啊。你可以看它整个湿润度，你看我这个肉的地方，这边还有水。哎呦喂！哦，水分都还在哦。你看这个这上面都还有水分。嗯。所以你在蒸的时候倒过来蒸是有道理。我讲哦，你自己觉得？啊，不要因为镜头在拍哦，你要讲真话哦。真的，真的哈。对啊。哎呦，不错哦，这也可以算是食宿交换条件吧。受惠人家就要懂得回报嘛，是不是？你们应该也有发现啊， Alex 吃我倒放着蒸的螃蟹也显得有点哑口无言啊，就是差这么多。因为啊，螃蟹在蒸的过程中蛋白质容易流失，如何锁住水分及螃蟹的养分呢？倒着蒸就对了啦。两只螃蟹相比之下，正放着蒸的螃蟹不能说它不好吃，但是哎，就是缺乏了水分，那就差很多咯。而我这只螃蟹啊，蟹味扎实满满满，不知不知在嘴巴里面作响，哎呀是带劲儿啊。这个鸡肉怎么做啊？为什么这么黑啊？这有加酱油，加酱油啊，然后加糖。哦，那难怪。蒜头，你有加糖跟酱油就很容易黑。啊，对啊。现在菲律宾人哈、吃越黑哦越好吃，他们越喜欢吃。菲律宾人喜欢吃烤的。对了，可是你来的客人不是都台湾人吗？对啊。但是他们吃完了。把这个拿掉，他们说好吃。哦，这个不是好吃。对，就像我现在，我想说把那个拿掉了。对，那黑黑的拿掉。这个是鸡屁股，对不对？哎，对，鸡屁股。这一块是鸡屁股，那怎么好意思？哎呦，哎，好吃哦。像什么你知道？哇，这实在很难解释。有啦，很棒的烤肉酱啊。然后它的那个鸡肉的鲜度都还在，那个甜度都还在，吃起来是有咬劲。啊，我想起来了，像什么你知道？像士林的烤鸡腿，有没有吃过士林的烤鸡腿？有嘛？对不对？酱油、糖、蒜头，对不对？对。有没有葱？葱没有。葱没有。姜。还有加雪碧。加雪碧啊？雪碧可以让给它软软。给它软软。真的雪碧会给肌肉软一点。这个海上活动啊，最严重的就是消耗体力了。螃蟹明虾等于是满足这些在都市丛林里生活的游客对于海味的一种渴望而已啦。要说海鲜 BBQ 套餐真正的主角啊，还是 Alex 贴心为游客所设计的酱腌鸡、五味猪和胡椒熏烤石目鱼。简单的一盘海鲜 BBQ 啊，里面却蕴含着像布拉凯的蓝天搭配着白沙望去般如此和祥的一份人情味啊。怎么才一个上午就精疲力尽、狼神神？哎，究竟是笑得太累，还是玩到虚脱啊？我说我怎么啦？太奇怪哦，就给我一张纸，到前面商店然后买的东西，这个可以理解啊，这个对不对？小时候去买酱油或买什么，妈妈就给你一张纸条。那这个不是那个驱邪的吗？对不对？他们今晚去给洗啊？路上会有什么危险？搞不懂。这边，来哦。Ah yes, this the pig. The pig? Yes, the pig. 对。拉布拉多送来。究竟是来借住一宿，还是被猪牵着走？我想这回美食大三通啊，是误入虎口。长滩气候三温暖，村民性格三温暖，男男女女分不清是该打道回府还是静观其变，吃不完兜着走。说非是在地味有多神奇，还是看看我老张的魅力有多传奇。这一摊呢、据说是这个岛上 local 唯一在卖牛肉，哦，那你就知道这家多特别。No, you didn't put the black pepper. What is that? The powder?Is this the black pepper? Yeah. Or your soy sauce is different? Why? This tastes good. Why? That's our secret.
See? I say, you didn't tell me the truth. Oh, so gap. You put something like a beef stock inside, right? Right? Where is the beef stock? Where? Oh, okay.菲律宾人一年一度才有的伙食，对我们而言却是剩下的果实。这是在预演吗？傻傻分不清的一个清晨，我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美食浪迹长滩，沙野乡村第二回，咱们走着瞧，大山通。哎呦喂呀！干嘛？你在拍那边是以为我是不会下去吗？你的美人鱼在等你。切！啊，切！你还在拍？我要把你推下去。把他推下去，把他推下去。啊！你听不懂。